进行我们插入云济南主要线，进入我们这个
那么区别，农村这边些些干嘛？干嘛不去送些？肯定是那么区别，农村这边些，今年第一季了呀，我们吃肉的尽量不要腌。腌了呀，那边这边不是工地区吧？边这边上缺点的，那么区别，那个兄弟交通直接不得。腌了呀，腌了嘛，这绝绝的下面，那边那个牛肉的。那你这吃肉什么样？那你公布吃肉汤、汤菜汤，当年现在那吃点老什么的呀？吃点吃不的，一顿营养，上面就是腰背了，到了上面，让你稍微轻松。那这当年呢，那我们那主干部原本就上去各方做些事情了，现在用不着人了。现在原本来讲，原来现在讲叫话，现在上街是就现在咱们去接一下，这里现在城里就不得了。研究就连那帮什么啥那个也啥晓得，那边那个棉袄的那个那么多，研究就连那帮什么啥那个也啥，研究就连那帮什么肯定也是的，那忙起来的，其他三五十五年有用的就用完了。那个是棉袄棉袄的棉絮，腰带上我上就是我的酒店里搞的呀，最近学的就是腰带上就是棉，一旦腰带上了呀，一棉袄就拿。那你那么说，就你有棉袄，那就那边就那就少些了。你有棉袄，你要是那年交那时候都是零三年的时候的，那你交的少了嘛？我也是。不，那是广东的。那时候他们那是那个就是个新闻，那个我听那个年轻的是那个我们做的是年轻的时候，那他们感觉是，那这那边其实那边做的是这个，因为其实我以前的话，年轻的时候出来的，你可能会觉得年轻的公司呢，可能就是挺好。妈的，就是这个活，他也没钱，不是？我得，那做了这个什么事业了？我得往这方面做。三件的事业，特殊的事业，特殊的事业，特殊的事业，你遇到的事业，你跟他做啥？你信给哥哥，差手的，他做，混蛋结巴，那个差些钱，就是钱。那人因为这个，我正在玩手。做什么修炼？上电脑，也就是什么看电脑。那边公司是，当兵的是有，这里也有。做什么修炼？那么的就修。做什么修炼？上电脑就修。他说，后边接班的嘛，差些是叫修，连续的是这样，我直接玩修。做什么修炼？上电脑，也就是什么看电脑。那边公司是，当年的新旧啊，做什么修炼？那么了就修，做什么修炼？三件了就修，做什么修炼？这个就修，做什么修炼？你这个就修，你能他做的，你信不过不，差就跟他做，不能接班了，差些就叫不修。我就是那个要求，那个要求，因为他们就是说说想，就一点了解了，三年前就一个送，三年去当说说了，成就好多的要求，让先对内的路线，成就三年一万元，成就做给三年一年年。现在他们大约赚多少钱？成就介绍牛接完业，罗老板接上业主包了手。有的把酒钱堆成你，麻烦了。